会员、会职人员联合交接典礼，请主席鸣钟并宣布典礼开始。 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第43届桃园区群芳会、立德会、西南会会长暨会职人员联合交接典礼开始。 唱国歌。
许秋霞会姐，许立秋会姐，好姐。杨炳耀会兄，欢迎副区财务长许丽美会姐，摄影委员会副主委庄伟恩会兄，立法会执行长许延光会兄，四十二届会长联谊会主任，开始，我的龙。吴家智慧兄，谢谢。宣读贺电贺函花篮，今天非常感谢各界的贺电贺函及花篮，深感荣耀，无限感激，在此一并感谢，谢谢大家。主席致辞，让我们热烈的掌声邀请今天的大会主席林子云会长致辞。前总会长庄贵胜会兄，前区主席徐宜勋会兄，还有总执行长张树霞会姐，有教育长刘金龙会兄，总召集人范生佑会兄，还有我们四十二届理事长吴家智会兄，还有现场的最辛苦的全国报系总裁钟百成社长，谢谢。还有各位与会的嘉宾，各位同济家人，还有宝眷们，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刚好新逢我们群芳会、立德会还有新南会三会的联合交接，很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在这神圣的一刻为我们三会的生长交接、李监事、新会员宣誓来做见证。那子云请代表群芳会、立德会、新南会三会欢迎各位的莅临，谢谢各位在百忙之中特意拨空来指导我们，谢谢你们。那子云，请敬祝各位与会的嘉宾、同济家人、宝眷们，大家身心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们的子云会长，子云会长，请回座。接下来是我们的贵宾致辞，请我们的主席邀请。现场邀请我们的贵宾，全国报系总裁，对呀，我录影。钟百成社长，我录影，不要，谢谢。让我们掌声来邀请我们的钟百成社长为我们致辞，对吧？谢谢，谢谢啦，我录影就好了，我录影就好。钟百成社长很客气哈，那我们现场就下一层，接下一层。总会长致辞，让我们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前总会长庄贵胜会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来，请我们三位会长领到台前来。
好，今天啊，我们这个群芳以及立德，还有我们的这个新南三会的我们的现任的会长，以及即将接任三会的会长，还有我们的军亲前主席，七的所有的重要会址人员在座啊，来自各会所有的会长，还有会兄、会姐，还有我们的保健们，以及来宾，还有我们的这个全国报社这个总裁啊，在座还有同济所有的精英们，大家好，好，谢谢，很高兴啊，谢谢，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能够代表同济总会来这边啊，我们桃园区这边来做一个代表建交典礼哈。当然，我刚才看到今天全国总共有23场的这建交活动，个人本身早上也在竹苗区也建交了1场，都赶快赶过来。而今天的行程，全国的前总会长，包括总会长都很忙碌的到各区各会做建交的活动。当然，能够还是回到我们是桃园区这边建交的活动啊，个人也真的感到相当的欣慰。大家都知道，我们桃园区在我们同济总会是属于哈最大的区，也最多会员的。而且这次看到我们群芳会以及立德会、还新南会在这边举办这个会长交接典礼，这也是我们所谓的薪火相传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当然，我们看到现任的三位会长哦，在今年都能够秉持了同济会的精神，哪里需要服务到哪里，哦，这长得无比。那我们的宗旨哦，都能够做到。我们的宗旨大家都知道，就是照顾幼童第一优先，关怀儿童无远佛界，哦，都能够做到。尤其啊，每次看到我们同济会都在举办捐血活动、关怀弱势族群以及公益善心活动，包括一些相当多的配合我们地方政府这些有意义的公益善心活动，都是能够做得到。因为个人都到全国在跑透透，看到每一个会都是能够无私无我的奉献，值得肯定。而且在三个会的这个那么多年的经营当中啊，也是要感谢我们三会的创会长以及所有的三会所有的历届优秀的这个前会长共同带动啊，每一个会的会兄会姐共同啊营造很多的佳绩，能够啊在我们今年任内即将完成的过程当中啊完成很多的工作使命。所以他们今年哈三位会长啊，真的是值得肯定的，就是说他获得我们同济总会这个四大金这金天奖，就获得3项金科天奖，当然社会服务金天奖，包括这个教育训练以及这个行政这个推动等等的哈，都是相当的用心，是代表他们在一年之内绝对不会辜负该会的会兄会姐，值得我们大家赞许，是不是？敬请大家掌声，给他们三位辛苦的会长掌声一下，好不好？谢谢。当然，我们知道三会的这个优质的传承即将传承在我们啊，这个群芳会即将接任会长以及我们立德还有新南三会这个会长的身上。我相信他们啊都已经准备好，即将啊在这个实验营号上任的时候，一定会好好的发挥他们的所长，让他们的会还是继续的啊在秉持同济会的精神，让自己会能够发光发亮。而且他们三会真的是也是属于哈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的过程当中哈，来代表自己的会来接下这个十月一号的新的会旗哈，在这边我相信等一下交接典礼，他的优质的团队也会帮忙他共同营造最好的佳绩，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最后那边敬祝我们今天在这边所
参与的这个大会的所有的同济精英们，以及所有的贵宾们啊，大家心想好事成，当然啊，这个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个人也在这边敬祝大家佳节愉快，在这边祝大家，也预祝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顺畅完成，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双田总会长的勉励，请我们总会长请回座，三任会长也请回座，谢谢。接下来呢，区主席致辞，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桃园区区主席徐林薛会长上台为我们致辞。请我们三位会长请回座。